没事，我不打。真的哥，我觉得您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。行，真的哥，以后您要是再不按时吃饭，我就都吃了，好吧？啊，哥，真的。小梁，我今儿您不要再瘦了，最近瘦得太快。你老说他干什么？咱说德云社问题，对不对？啊、是不是哥、啊？你就是德云社最大的问题，你。干嘛呢？看我干嘛呢？我看你组织的不是很好。你来，我才不愿干这活儿。哎，啊，来，咱们注意听讲。如果说在德云社，能不能不跟上课似的？您有脱口秀的底子，真的，饼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烧饼。就是大家伙觉得自己在德云社一年挣多少年薪，是你们的心理这个价位。